そういうような医学史事が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这个是和大医生馆的我们好团队生日快乐。大医生馆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忠实观众。今天过了一天以后，有什么事情也想跟我们谈一谈的呢？回首从前，2001年开播，时任大爱电视台总监的姚仁禄独具慧眼，邀请简守信制作医疗卫教节目。我想人人好道，这一道好人，并不是大爱医生馆这个节目去成就的简院长，而是简院长这位这个大菩萨去成就的大爱医生馆。大爱医生馆如今是家喻户晓的优质节目。我们设计了一个不倒翁，那你可以放在桌子上，怎么推它它都不会倒，所以代表还有20年。外科医师主持节目，要看病要手术，主持大小会议，事情一箩筐，拼凑零碎时间构思节目。所以我就把它片段化。譬如说，一个会议跟一个会议，或一个病人跟一个病人之间呢、啊，有一些时间。再怎么样准备，其实他如果底子没有很足够，其实我觉得也很难，就是可以在电视上或者是荧光幕前有这么好的一个准备。20年7000多个日子，坚持下去的力量来自病人。就是病人因为这个病情的因素延误就医，然后影响到整个家庭。回首过去，也要向前看，希望带动更多医师参与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林欣宏，台中报道。